怎么样 promote 我们自己 whatever。 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，就是你有没有什么 point 来讲一些什么我们可以怎么介绍我们自己。之后他就觉得你可以不要 push 我吗，你给我的压力真的太大，我超黏你，还要 push 我可以吗？我只是问了一句，然后就给他这样的反应，我就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再问他问题。这个我要澄清，因为那天我们是在拍照嘛，因为刚吃好饭，然后我头脑是空空的，然后要我想 OK， 我也是有在想哦，要讲介绍我们的组，然后我有经验想，然后他就讲哎，你可以快一点吗，你可以快一点吗，然后我就讲你等一下给我想一下，不要这样逼我。他讲我没有逼你，你是不会进步的，你这样讲的。那时他那样讲的时候，我就讲 OK， 我们两个沟通有点问题，我先去另外一边，我就在另外一边吃饭那边想东西。孤独是不会，毕竟20个女生里面真的他们看得出，有时候我真的躲在一旁哭，他们都知道。可是我会去因为他们，我说我真的很羡慕你们，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可以一起去吃饭啊，一起练歌啊，一起选歌啊之类的东西。他说我们个人练个人的，然后 mix 在一起，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少时间是在一起练习的。然后因为我其实我是跟他们比较好啦，然后就比较少跟明明在一起。这个是一个团体比赛，考的是默契，变成有时候我自己都真的是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到底要努力好还是不要努力好，就是觉得努力还是这样子，我们已经努力了一个月，默契还是不是很好。一起跳舞的时候，因为我这跳舞真的没有很好，然后每次真的不会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有去问他到底怎样跳呢。每次我都不知道我们之间能不能问题在哪里，我都是从人家的耳朵才跟我讲，人家口中跟我讲你们两个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讲真的有这回事吗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有时候我会跑过去问他我们是不是应该坐下来谈一下，然后他就觉得他不擅长表达，当面对面的时候他看着我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讲出来。上次就有问到明明会不会跟我在一组会后悔，他说会，那我更伤心，因为那天天信来问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想他可能会说不会，可是他说会的时候，我不懂为什么。他说很多人就觉得如果我跟三点钟的 carry 在一组的话，我们两个是一个很变态的组合。我的要求不多了，只是希望大家每一天可以聚在一起1到2个小时讨论组合的东西啊，或者是练一下歌啊，或者是练一下舞啊，都可以。有很多参赛者都跑过来问我为什么你不需要练的，不是我不要，我真的很想练，可是我觉得我也是有在努力，就是因为我不是很能跳舞，我也是尽量去配合他，因为我以前是专门是唱慢歌的，然后我就为了他我就 OK 改我的曲风，我也是有在配合他，不是说我只是顾着自己的想法什么。可能他怪我，就是因为我之前曾经给他压力，可是我可能是我无形的那种给他压力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他们讲成这样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那么讨人厌，可是我也算是跟明明就是做很好的 partner， 然后到比赛啊可以过几关就过几关这样，只不过有时会发脾气这样啊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真的不够好，我才会去在意，才会去发脾气，发自己的脾气，我不是在发明明的脾气，真的。其实我没有要给你压力的意思，我真的只希望可以跟你好好合作。其他组员他们表现得多么好没有关系，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，这是我们两个的比赛，我们两个才是一组的，就一起开开心心比完赛，然后大家还可以是很好朋友。你真的是有进步，我看得到，只是不要再把事情放在心里面，坦诚跟我讲就可以了，我是可以接受任何你的意见的人。还没有正式比赛之前的终极天团，目前我们有12组人马，这12组人马都是老师就进行分配的，就分他们的可能个性啊，他们各异路线等等呢，去做一个组分的，就分成了 whatever。 刚刚我们看到画面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刚刚我们看到画面
我是觉得你是比较坚强那个，但是 Alicia 都很伤心，因为就问会不会想说换队员，想换一换，你真的很后悔跟他组成一组吗？我没有后悔过跟他组成一组，因为毕竟如果说当然虽然这次比赛我们没有了舞步，就是没有跳舞，因为他的背就是脊椎伤了嘛，可是反而我学到另外一面，就是老师说要我们在台上有神秘感，神秘的眼神，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学过的，然后这一方面我努力咯，就是努力想办法在台上表现不是跳舞的那个。但是我之前看到呢，就是因为敏敏，我觉得你最取分的地方就是你的那个怎么说，你的舞步，你可能跳舞的底子很好，那个就是取分的地方。要是如果你放弃那个东西，你不觉得很冒险吗？就因为 Alicia， 只能讲这次因为是歌唱比赛啦，然后我多一点专攻我的歌唱哦，就是唱歌方面我也比较注重哦。那也是你不能够好好发挥你舞蹈怎么办？有啊，我们还是有 step 的，只是上半身，就是我们上半身的 step 也是很重要。老师说其实是很高难度的动作。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就是因为 Alicia 她可能身体，我要就是迁就一下身体状况，我也是可能甩得很厉害，我可能可以跳得非常劲歌热舞的，但是现在不行，只能够说OK， 我着重上半身，或者我着重我歌唱，很无奈的选择。不会啦，我觉得真的是不会，因为跳舞方面我都已经之前都学过了嘛，然后就是怎么样在台上不要用跳舞展现得到，让人家觉得可以 feel 到你的歌，这个反而是一个很高的。我给你选择啦，如果现在目前可以给你换的话，你要 remain 就你继续跟 Alicia 同一组，还是好像 Alicia 说的，如果三点钟的 Carrie 跟你一组的话，你们就天下无敌了。你给你选啦，你会不会选 Carrie 多过于 Alicia？ 现在不会，现在肯定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培养默契，之前是之前是完全没有默契那种，就是搬进来整个月就是几乎我整天就是躲在房间里哭，然后有几位就是看得到这样子，然后又来了，然后就前两天我们从松来汪的热搜之后，我们摊开来讲，什么都讲出来，然后两个都哭得噼里啪啦这样子了，然后之后才真正了解到我们两个要的到底是什么。其实他也是有那种冲劲要一起肩并作战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还好可以一起在台上发亮吧。我希望如此。哎，看两个女生就自己沟通过来眼红红的，哎，搞到我都真的好啦。就希望就你们 group A 嘛，对不对？就还有五天的时间就要比赛了，所以祝你好运哈，不要花太多时间去哭哈。哦，我会坚强的。好啦，看他一副坚强的样子，我要替他觉得开心呢。